能让老怪物如此忌惮，看来真人的魂力等级都在老怪物之上。原来唐寅就是唐三，在月轩时我竟然看走眼了。唐三兄弟，你来了为什么不直接让人通知我呀？我接你进来多好，雪珂还一直念叨你呢。参见大人殿下。太子殿下你好。太子殿下美意，唐三心领了。此番前来是受独孤博前辈邀请替陛下诊治，不知能否让我们先进去为陛下治疗呢？家父之事就不劳贤弟了，贤弟好不容易入宫一次，不如让为兄做东，我们好好谈谈。看来守在这里的应该全是武魂殿的人了吧，太子殿下。唐三，你胡说什么？此地乃我天斗帝国皇宫禁地，怎么可能有武魂殿的人？太子殿下，你还是露出了破绽。你身边这两位都是封号斗罗吧？为什么他们不去保护雪夜大帝，却围着你转呢？况且封号斗罗在整个大陆都屈指可数，除了武魂殿，谁还会有这样的实力？第二，你将皇宫侍卫全部替换成魂师，真的是为了保护陛下吗？那为什么要瞒着魂师总长，也就是我的老师呢？第三，你一见我就识破了我的真实身份，对我手中这块令牌却丝毫没有疑惑，所以我可以肯定你与武魂殿必定关系密切，才会从他们那里得知唐寅就是唐三。太子殿下，我想我判断的应该八九不离十了。不愧是史莱克七怪中的灵魂人物，仅仅从蛛丝马迹中就能猜出这么多东西。